神的面前，我们来赞美他，我们一起欢呼，欢迎他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，一起拍手来唱。众城门你要抬起头，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进来欢呼赞美他，向神手举手称颂，你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于他，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来赞美我们的神，让他看见他百姓热情欢迎他。哈利路亚，一起来唱。众城门你要抬起头，用着你们呼，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来欢呼赞美他，一起来举手，向神颂举手称颂，他是配得我们称颂的神，你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于他，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。
生命天堂的浪潮，浇灌在我心，复兴的浪潮已来到。宣告充满，充满，充满，从天降下，我感受到。圣灵神迹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听圣灵如风行，圣火焰已降临，主圣灵，求你来吹气。当人悔改，离弃罪，复兴火焰就要兴起，主气息点燃我的心，赐我新的气息。降下天堂香气，浇灌在这里，浇灌在这里。一起来呼求圣灵，听圣灵如风行，圣火焰已降临，主圣灵，求你来吹起。当人悔改，离弃罪，复兴火焰就要兴起，主气息点燃我的心，赐我新的气息。下天堂香气，浇灌在这里，浇灌在这里。主圣灵的高火，你同在的能力，
们的双手呼求圣灵气息，赐我们气息在这当中，浇灌在这里，浇灌在这里，主圣灵的高我，你同在的能力，浇灌在这里，浇灌在这里。神的百姓，让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对圣灵来渴慕，将想念到想。相信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，
相信你现在就在运行，你在医治，你在修复，你在安慰。神，我相信神迹正在动工。向神唱起，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，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来完成你旨意。主，我在这里，主，我在这里。器皿，在宝和金银，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，我唯一祷告，唯一的呼求，是你能悦纳我献上。早晨，这首诗歌就是我们的呼求。我们唯一的祷告，唯一的呼求，就是愿主的圣灵能够来充满我们。因为圣灵来了，就要带来医治；圣灵来了，就要带来更新；圣灵来了，就要带来盼望；圣灵来了，就要带来平安；圣灵来了，今天早晨你所有的需要都要被满足了；圣灵来了，你所有的问题都要被解决了。你预备好了吗？预备好。数到三，高喊三声主，我们就来祷告。一、二、三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阿门。耶稣，我们欢迎你。今天早晨你就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今天早晨你就来对我们说话，今天早晨你就来充满我们，今天早晨你就来做那更新的工作，你就来做那医治的工作，你就来做那恢复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。有好多人带着问题来的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答案。有好多人带着需要来的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解答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。我们唯一的祷告就是你要来充满我们。我们唯一的祷告就是你要来悦纳我们。主啊，求你来。主啊，求你来。求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听我们的呼求。阿门。主，我们在这里。阿门。在这里。
是我们今天早晨的祷告，愿你悦纳我们的生命。我唯一的祷告就是能够完成你的旨意，就是能够更多的渴慕你，更多的亲近你，更多的认识你。主，我们祷告，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，继续的动工在我们的当中，继续的来充满浇灌我们。主，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要遇见你的主日，这是一个要重新得着你的主日。耶稣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你得胜的名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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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。阿门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今天早晨我想要欢迎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，因为对我们来讲你是我们很重要的家人。等一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，在我数到三的时候想要邀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，如果你不方便起立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们挥挥手，让我们知道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。如果你是今天在网络上面第一次收看我们节目的，我也要跟你说我们非常欢迎你的加入，也希望你非常享受在我们今天的聚会里面。所以新朋友你预备好了吗？一二三，新朋友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，邀请你们起立，我们想要来欢迎你，认识你。新朋友，那边后面有一位，欢迎你们。哇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要在这一边一起分享主的饼跟主的杯。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过，我们欢迎你耐心等候。但是如果你受洗过了，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餐。我们好不好请我们的服侍同工可以到前面来。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，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，血命已极大恩惠，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，献上自己永追随，或伤心或气馁，或胜利或失别，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田。或天旋或地转，经沧海里桑田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田。或天旋或地转，经沧海里桑田，的人一起起立。我献上感恩，在这个的月已经又可以这个样子的聚集在一起，很想说拍掌把荣耀归给神，但是大家都拿着饼杯，真的是一个的恩典。耶稣他拿起饼来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众人舍的。我们带着Yeah, it's alright. 等一下，好 OK, 好，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。饭后主要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是我与你立的新约。
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杯。耶稣，谢谢你的恩典够我们用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所有的重担、困难交托给你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。你都把你的生命赏赐给我们，还有什么不会给我们的？主，谢谢你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Amen。家人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